啊，紫色嚟嘅喎，哎啱啦啱啦，哎哇哇啲肠俾你咁好似而家。哟，佢就系波士达可波自己，今日你玩只新嘅教 game， 咁呢只 game 咧玩啲咩咧？就系90秒内嘅水彩画。90秒嘅画家，咁同之前咧话咩20秒内画画其实好唔同啊，因为這個呢个 game 咧唔系斋用啊呢条黑色小画画，佢系用好多颜色，而且可以沟色咁去画画，即系好考功夫啊嘛。不如事不宜迟，开始先啦，其实未玩过噶 ，OK？ 佢都系 indie game 嚟噶 ，OK？Time is money and you have neither， 你又冇钱，你又冇时间，喺呢90秒内咧，你就要啊要不断俾钱啦，仲要极速咁样 speed painting 啊，极速画画。咁啊，要去吸引更加多嘅顾客，哦，你得90秒嘅啫，啊，明白未？明白。好啦，我嘅工作咧就系要画到红色线入边嘅嘢 ，OK。然后你咧就可以去尝试 mix 嗰啲颜色啦，去攞你想要嘅颜色嘅。你亦都可以揿一揿下面嘅工具，或者可以直接抌上去又得，即系嗰啲直接泼淋红油咁样系嘛，亦得。啊，用咧水彩笔慢慢画又得，咁啊，你要 mix 嗰啲 color 咧就自己揿啦吓，我明噶啦，好，哇，过瘾啊，仲要折雕啊，最后你嘅工作日咧，你就会收到一个最大嘅数啦，我即系计数啦 ，OK， 明白，睇几多分啊，系嘛 ，Good luck，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Let's start， 名，哇，点啊，一开头要啊 ，OK， 由个背景系蓝色先，可唔可以试下？可唔可以大劈啲啊，大佬？点啊点啊，好啦，就呢个时候咧，我要攞翻支水彩笔，啊，似系绿色喎，可唔可以沟啊？绿色沟绿啊，似啊似啊 ，take 啊，跟住喺度画条龙，啊啊，死下画歪咗，好啦，画龙啊要点睛，首先要 mix 啊，俾个黑色嚟啦，唔该。唔要白色啊，要黑色，纯黑。OK， 细粒啲，黑色。点点 ，Yeah，OK，、okay, 喂 OK 喎、啊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揿 next 咯，我觉得唔系、啊，仲有深蓝色啊，原来大镬大镬，深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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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样 mix 啊？系深蓝色，深蓝色，深蓝色。OK OK OK， 啊，呢度，好啦，要画条马路嘅。啊，时间冇多啊，时间冇多啊，时间冇多啊。白色，俾啲给我一些白，给我一些白，系，哎呀，哦，3蚊鸡、哦、都有诗啊 ，OK OK 唔错啊，觉得我自己系嘛，好啦，就先游咗个蓝色嘅天空啦，啊，点样蓝色化咧？啊，再，哎 ，OK 似啊似啊只色啦，快啲喷喷喷喷喷喷，佢倒都唔及油快咯，我觉得。白色就有啲晕咗嚟啊！中间有个小鬼人都未谂到小人点样画出嚟啊，大佬！我话差唔多系咁样噶，之后我记得仲有月亮添，月亮黄色黄色，唔系月亮啊，太阳！我讲乜嘢究竟？我都唔知自己仲讲乜嘢啦已经。好啦，画个太阳，然后白色有只雀喺度噶嘛 ？OK， 俾粒点你啦。好啦，跟住仲有小红帽，唔系小红帽啊，红色嗰顶帽，顶帽啊，似啊，我三角形嘅。好啦，跟住咧要画佢个死人头。啊，白少少啦，应该黄皮肤系嘛？可唔可以白啲啊？黄皮肤，跟住要红啊！死啦，点样沟噶呢个色？橙少少，系是但啦。喂，冇时间啦 ，no！ 咦？吓、啊，都有 B 喎、啊，竟然，我乜净画得顶帽出嚟啫噃？唔紧要啦，沟淡啲啊，整一个天空先。今次要画一个似系史迪仔咁嘅公仔啦，史迪仔。白色白色，啤啤啤啤啤啤，给我一些白，好啦，白出来啦，白出来啦，哎，不是白字出来啦，哎，白出来，白色出来啦，好啦，呢啲晕啦，哎，今次有啲蓝少少嘅，啊，似啊嘛 ，OK 哦，我唔知啊，总之史迪仔咁样啦，系咪？啊，白色，哇，只眼咩你，同埋佢个口，啊，咁样 ，OK， 画啲牙添。啊、中间橙色嘅、哦，好明白明白 ，OK 嘅，仲有我件衫，佢件衫要红色，啊紫色嚟嘅、哦，哎啱啦啱啦，哎哇哇啲肠俾你咁好似而家，似我，啊似我都觉得似啊，
条裤帽啊，烧得唔要裤咧？竟然系丝，点解头先会系 B 而家系丝？哇，要你要难画啦，冇咁啦，大佬。我觉得 speed painting 呢样嘢真系好深奥啊，真系好难啊，唔讲得笑。我觉得好欣赏嗰啲街头嗰啲 speed painting 嗰啲人啊，真系高手。嗱，而家应该画紧呢间屋仔嘅颜色。系啊，虽然只颜色好似调错咗，咁啊要棵树啊，唔该，黑少少啊，啱啦。啊，喂 ，OK 嘅，似啊。而家要画嗰条友仔出嚟啦，死啊！我真系谂下究竟点样整啲啊，似啊，原来咁样橙色再加白色，画个样出嚟先啦。呢有条颈喺度嘅，好啦，跟住到你件衫。呢件衫就哇好难啦、啊，冇时间啦、啊，大佬，唔好啊，哇死啊！呢一件衫同埋个背景融合咗啊，点算啊？融合咗啊！哎呀！我攞咗 A 啊！哎呀，算啦，冇时间犹豫啦，已经好啦，攞完 A。就千祈唔好骄傲啊，骄兵必败啊，先画咗个宇宙先，系嘛？好啦，呢个时候我觉得佢已经间接上帮我调嗰啲色噶，其实好似争啲，我要加啲绿色，我老细绿色，哎似啦，啊，真系要自己着略咁样去改动下嘅，其实呢、這个似加啲粉红色啊，再浅色少少，白色啱啦，掂啦，喂 ，OK。Should be fine, should be fine. Now, now draw some line, draw some line. 画佢死人鼻哥窿，画佢只眼，画佢死人眼，系啦，画佢死人口。哇，似啊，似到十足十啊！而家谂住仲争啲乜嘢，仲可以画啲乜嘢？其实啊，加少少阴影啦吓，头先嗰啲系啦 ，OK 啊，我觉得成日根本上一模一样，你真系唔好讲笑，加啲红色俾你啊嗱。Exactly, you know? 都话攞 A 噶啦，七蚊啊！我哋 speed painting， 我哋 speed painting 真系好劲啊！点解画到好似嗰啲小铜像嗰啲唔知咩抽象大师画？不过都 OK 嘅，唔知大家觉得点啦吓？我都系几过瘾嘅，大家可以欢迎评下分。晚上的巨龙啊，呢幅画叫做下一幅，即系第二幅叫做小矮人没有了小矮人，冇错，即系个天空啊背景咧系一模一样噶，争在个人唔见咗，但系都攞 A。好啦，跟住呢个咧，史力架抽象版吓、啊，你有冇戴眼镜嗰阵时就系咁嘅样噶啦，嗯哼，眼珠都唔见埋，不过唔紧要，系啊 ，Who cares？ 今次呢个就呢个叫做透明了的小姑娘，因为呢、這个小姑娘咧就着一件衫同个背景一样，所以咧就唔小心去背咧就唔见咗个身，所以就系啦，眼耳口鼻都唔见埋啊！這個、呢个咧其实就抽象派嘅一啲回忆派。最尾呢、這个，哇，似到十足十啊！真系我都完全 unbelievable， 点解可以画到呢一只啊？呢只叫咩？外星生物史泰龙啊！我有一条红色嘅 line 就可以清楚表达到呢个角，其实实在太过坚，实在太过醒啊！真系唔系讲笑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笑悭住咁多先啊，我觉得系几唔错啊！即系你其实系可以自己构思，知点样画又得，用啲咩工具点画都得。咁啊，大家欢迎，如果大家喜欢嘅 like、subscribe 或者去下面 description 度带嚟玩下啦。咁啊，我觉得系几唔错嘅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波切啊，波切记，拜拜。